我哋未必清楚了解乜嘢系资讯科技，但系其实佢已经成为我哋日常生活嘅一部分，好似互联网咁啊！佢对我哋嘅生活真系影响好大嘅。一般嚟讲，我哋会去超级市场买嘢，去戏院买飞睇戏，又或者每年嘅暑假去书局买书。不过我哋而家可以有另外一啲嘅选择，我哋可以喺屋企上超级市场嘅网页，拣啱要买嘅嘢，然后等人送过嚟。同样，我哋可以喺互联网或者电话预订戏飞。我哋而家亦都可以唔使同人逼，喺屋企度买学校用嘅书，甚至系外国出版嘅书。所以我哋可以选择嘅书嘅种类系比以前多咗好多嘅。唔单止咁，就算鲜花，我哋而家都可以喺网上向外国订翻嚟，真系多咗好多选择。除咗可以买香港买唔到嘅嘢，我哋仲可以喺互联网上面进行拍卖，一啲我哋平时常用嘅物品，好似电子词典、文具，又或者系一啲公仔，我哋仲可以将自己用过嘅嘢拍卖添。我哋唔单止可以透过互联网嚟买嘢，仲可以交钱，真系方便咗好多。大家用过互联网嚟买嘢或者交钱之后，都会觉得佢带俾我哋好多嘅方便，可以帮我哋悭时间，同埋令我哋买嘢嘅时候有更多嘅选择。呢啲全靠佢能够打破时间同埋地域嘅界限。电脑唔受时间限制，系因为佢唔会好似人咁会攰。电脑可以24小时唔停咁样做嘢，而唔需要休息嘅，所以佢可以喺任何时间帮我哋做嘢。而点解互联网嘅通讯唔受高山或者大海所阻隔呢？系因为佢可以用光纤或者无线电传递信息。只要我哋搭上网，就可以同香港或者世界各地嘅人倾偈或者交易。互联网对我哋生活嘅影响，大家都知啦。其实有唔少公司喺平日嘅工作里面已经用紧互联网。最明显嘅例子就系电邮啦。佢对我哋嚟讲一啲都唔陌生。我哋经常会用佢嚟同朋友倾偈。但系对公司嚟讲，电邮系一样好有效嘅传递信息工具。用佢嚟传递文件，可以悭翻好多时间、人手同埋费用。甚至是紙張添，用了它不單止可以提高工作效率，連產品的成本都會便宜一點。現在讓我們看看一間代理家庭用品的公司如何應用資訊科技來提高它的工作效率，從而減低成本呢？我們的同事在接到訂單之後，他隨時可以在公司或者在他家上我們公司的內聯網，在那裡落單。我哋寫字樓嘅同事咧，就會喺公司咧就上網攞翻啲資料出嚟啦，就會出單啦，就俾貨倉啲同事去執貨啦。我哋係利用咗一個條碼讀取嘅系統咧，去控制住我哋貨嘅出同入，可以幫到我哋咧更加快捷有效咁去控制到我哋貨倉嘅存貨。我哋應用咗電子商貿之後咧。我哋公司整體嘅運作速度啊，流程嘅簡化咗啊，訂單處理方面咧，我哋差唔多快咗一半時間啦。出貨嗰個準確度提升咗咧，顧客嘅投訴方面咧，亦都減少到幾乎等於零噶啦。喺而家競爭咁劇烈嘅商業社會裏面，要成功當然要有好嘅產品。但是这样都不足够的，要人家买你的产品，首先要有人认识它。所以怎样向人介绍我们的产品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比如我们想吃一餐有特色的晚餐，我们会怎样选去哪间酒楼或者餐厅呢？我们可以参考电话簿或者杂志，又或者在网上面找有关的资料。这些网页介绍每一区不同类型的食肆，好像中菜和西餐。他们还提供地方给顾客表达意见，好像食物的味道或者侍应生的服务态度，
咁我哋就可以参考人哋嘅意见嚟做自己嘅决定啦。相比起报纸、杂志上面嘅广告，互联网唔单止只用文字或者图片嚟介绍产品，仲可以用动画甚至声音同埋影片嚟介绍。唔单止系咁，啲公司仲可以由网页嘅浏览人数知道顾客嘅口味，咁啲公司就可以生产一啲又合潮流又畅销嘅产品，唔使怕啲货卖唔出而蚀本啦。货品嘅外销喺香港系一个主要嘅收入来源，所以点样令外国嘅买家认识到我哋嘅产品就非常重要啦。单靠传统嘅手法，好似展览会，就未必能够好快咁将我哋嘅新产品介绍俾外国嘅买家。相反，互联网就可以提供另外一个选择俾我哋嘅厂家嚟达到呢个目的啦。只要佢哋将自己嘅产品摆喺网上，世界各地嘅买家就有机会睇到呢啲产品，增加佢哋同外国买家做生意嘅机会。不过，香港嘅厂商大多数都系中小型，要佢哋揾专人做网页同埋经常更新上面嘅内容，会有一定嘅困难嘅。所以，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嘅电子商业中心就应运而生啦。咁我哋成立呢個中心嘅主要目的咧，就希望可以透過呢個中心嘅服務咧，就幫香港嘅企業去利用到最新嘅資訊科技，去提升佢哋嗰個嘅營運嘅效率啦，同埋去擴展新嘅市場。電子商業中心其中一個最主要嘅服務咧，就係香港網上工業呢個系統。咁呢個系統咧，就會幫香港嘅各行各業嘅公司每日發放最新嘅行業同埋市場嘅資訊啦。除此之外咧，仲有一個大型嘅數據庫，可以幫助海外嘅買家咧揾到佢所需要嘅產品同埋服務，從而咧係聯絡香港嘅公司同埋做成生意嘅。電子商業中心另外一個主要的服務咧，就係幫香港嘅廠家咧用一個好平嘅價錢咧，就可以喺網上邊開設一個電子商店。咁喺網上邊可以接受訂單啦、付款啦，同埋亦都有埋付運嘅安排。除咗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之外，香港貿易發展局亦有佢哋嘅網站，為本地嘅廠商提供貿易資訊，好似世界各地嘅市場或者唔同工業嘅狀況。呢啲資料對我哋嘅廠家計劃佢哋嘅生產係非常有用嘅。互聯網唔單止可以用嚟推廣我哋生產嘅物品，佢對推廣香港嘅服務業亦都有好大嘅功勞。一個好嘅例子就係旅遊業啦。只要睇下香港旅遊協會做嘅網頁，就知道互聯網可以點樣幫我哋推廣旅遊業。我哋去旅行，不外乎想睇下靓嘅风景，了解下当地嘅传统文化特色，食一啲有地道风味嘅食物，又或者系买又平又靓嘅嘢。所以旅游协会将香港呢啲资料通通摆上网嚟吸引外国嘅游客嚟香港。嚟香港嘅游客里面，有啲系跟旅行团嘅，但系亦有好多唔跟团嘅，佢哋自己揾酒店，自己定行程。所以喺呢个网页上面，除了可以查到香港旅行社的资料，亦都有其他的资料，好像来香港的飞机班次、酒店的级数和价钱、景点，甚至是行程指南。有了这些资料，不跟旅行团的游客就会方便很多，他们很容易设计自己的行程，即是无形中鼓励他们来香港度假。另外，这个网页还有成十种语言给浏览的人选，好像中文、英文、日文、法文，咁即系话呢个网页可以俾世界各地嘅人认识香港多啲，最终吸引佢哋嚟香港啦。除咗出口贸易同埋旅游业之外，金融业亦系香港一个好重要嘅行业。一提起金融业，我哋就好自然想起银行啦。其实互联网的兴起对我们的银行业都有很大的影响的。一路以来，市民都在银行排队打保、转账或者是买股票。但是自从网上银行出现之后，所有这些都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用电脑或者手提电话进行。只要拨到上网就可以搞定了。这么方便，
遲下啲人就唔使去銀行，咁銀行嘅分行可能會越嚟越少噶啦。不過互聯網對金融業嘅影響當然唔止咁簡單，更重要嘅係佢能夠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呢啲全靠互聯網能夠令到我哋嘅資訊流通得更加快。咁即係話，唔單止香港可以即時知道世界各地嘅消息，亦都可以令世界各地嘅人即時知道香港嘅消息。正所謂時間就係金錢，而喺金融業嘅世界裏面，瞬息萬變，分秒必爭。要外國嘅投資者有信心將一大筆錢投資落嚟香港嘅金融市場，一定要令佢哋覺得佢哋可以分分鐘掌握香港市場嘅情況。呢啲都係要靠互聯網先至做得到嘅。互聯網雖然對我哋嘅生活同埋經濟有幫助，但係如果我哋使用嘅時候唔小心，就好容易俾壞人有機可乘啦。好似被電腦病毒入侵、被黑客入侵，同埋喺網上購物嘅時候俾人呃。電腦病毒好多時係透過電子郵件傳播嘅。當我哋一打開染有病毒嘅郵件嘅時候，就會被侵襲到。啲病毒可能會令到電腦唔能夠工作，又或者將一啲有用嘅資料洗去。好似是客户的资料。不过无论病毒是怎样影响我们的电脑，后果都是令到我们蒙受经济损失的。另外一些会藉着互联网入侵我们的电脑的就是黑客了。这些黑客使用不正当的方法，在未得到我们的同意的情况下，偷偷地进入我们的电脑，看我们秘密的资料，甚至将它修改，后果可以是非常之严重的。而在网上购物方面，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就更加多。首先是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实物，单靠相片来决定买不买件物品就要非常小心，因为很容易货不对版。另外我们也都不知道交易对方的身份，万一有什么事都没得追究，甚至有时给了钱之后又收不到货，连个网页都不见了。有些人以为用现金交易，见到对方检查过买的东西才给钱就没问题，但是我们去见一个完全不识的人都一样是这么危险的，个风险都挺大的。今日嘅资讯世界发展电子贸易系大势所趋。特区政府早已经知道电子商业对香港嘅经济发展好重要，所以资讯科技处已经做咗好多嘢嚟逐步令到网上交易更加安全，包括制定法例保障喺网上买卖嘅双方嘅利益。咁样大家就唔可以对网上做嘅交易唔算数啦。另外，香港邮政为我哋提供一啲服务嚟提高网上交易嘅安全。其中一个是帮我们鉴定和我们交易的人的身份，即使我们在网上看不见对方，亦能够肯定他是哪个，我们就可以放心给资料他和他交易了。而香港邮政的另一个服务就是为我们提供技术，将我们的资料变成密码然后传送。这个方法可以增加资料的保密性，除了是指定的人，其他人都冇办法睇得明，咁我哋就唔怕俾人偷睇或者更改我哋嘅资料啦。当然啦，人哋做咗咁多嘢嚟保障我哋嘅安全，我哋都要尽自己嘅责任，养成良好使用电脑嘅习惯。例如唔好将自己上网嘅密码俾人，定期更改上网嘅密码，同埋安装防电脑病毒嘅软件。更重要嘅系唔好以身试法，做一啲网络上嘅违法行为。只要我们小心和善用互联网，就可以享用到它为我们提供的方便和好处了。